们有用工具剪吗？没有，用手。之前有，可是不方便。哦，一天可以剪多少？很多，哦、超多的。2罐。我们是鹿港高中辅技解说团的学生，然后我们在每个礼拜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假日助战。我们在带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带外国游客或是外界观光客来到走我们全鹿港的，然后我们走全鹿港的时候，经过第一市场这个地方，然后发现我们第一市场那么漂亮的瓷砖上面，政府花钱在这个地方那么漂亮的瓷砖上面，却会有一些那个小小的然后人为的垃圾，然后就是烟蒂这样子。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然后捡烟蒂，让在地的居民可以意识到自己这小小一个行为，但是会影响到外国游客对我们鹿港这个观光景点会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么漂亮的地方却有一些那这个烟蒂这样子，所以我们才发起这个活动。